喜欢的名称。知道保存的位置。选择支持最低的安卓版本。新版本多了，构建配置语言的选择。警告资料夹不是空的。在目录增加资料夹。没有警告后下一步。需等待下载完成。提示构建成功，证明下载完毕。如果重构总是下载失败，查看第一期的影片下载失败处理，计算器上面显示计算结果的文本。第二部分是键盘的布局。我们使用 ViewModel 包装状态。使用 ViewModel Compose 的生命周期，可以在官网查询添加依赖的方法。选择 Kotlin， 复制 Compose 的 ViewModel。需等待下载完成。单个按钮布局。导入 Compose 的 UI。一按钮被外面重复使用，所以定义这个参数 M 是大写，提供被使用处调整外观。接下来，按钮有数字和运算符等标签，我们使用字符串型别。接下来是按钮的点击事件，我们使用 Lambda。 按钮监听事件，向 ViewModel 发送事件。用户在屏幕上操作的事件发送到状态。这个状态我们用 ViewModel 包装。想要 UI 发生变化，我们使用状态驱动 UI 的更新。我们看到单个按钮是由原型 box 和文本组成。这里使用大写的 M， 表示先使用 box 的应用外观。如果是小写 M， 那么先由外部管理这里的外观。改回大写的 modifier。使用修剪 clip， 将 box 修剪成圆形 circle shape， 然后添加可点击的功能。运行上面的按钮监听事件。由于按钮的颜色和比例不同，所以在外面使用处调整。使用 then 将 box 的 modifier 与另一个修饰符连接起来。选择参数的 modifier， 这样外部可以修改 box 的默认背景色，最后添加标签的文本。传入外部给的标签。我们看到可以使用 modifier 修饰颜色、字体等。字体大小选择 36sp。文本颜色选择白色。事件 events 指的是在手机发生的事情，例如电力不足、滑动屏幕、点击按钮等。本范例中，用户在屏幕上点击计算器按钮就是事件。遵循 UDF 单向资料流，事件从 UI 层流向资料层。更多内容查看架构与 UDF 和状态管理器的影片。
链接在信息栏。事件会导致 ViewModel 管理的状态发生改变。使用蜜蜂类在 Kotlin 讲解。有多少各字类都知道，且使用 when 的时候简化 else 的分支情况。我们不希望每一个按钮的事件都发送到 ViewModel， 而是归纳为清除、删除、小数和执行计算这四种。建立这个 class。使用蜜蜂类。Subtract 加法。Divide 除法。Multiply 乘法。当事件响应发生时，我们会看到的状态。状态驱动 UI 发生变化。本范例使用 ViewModel 储存状态。使用资料类，编译器自动从主构造函数中，声明的所有属性导出以下成员 equals, hashcode, toString, copy 等。左边数字，原始状态，我们未空。同理右边的数字也是。运算符未空。运算符的状态。
导入 get value 和 set value。初始化语句 getter 和 setter 都是可选的。我们主要通过 mutable state 来观察可变状态，也就是只要状态发生变化，它就通知 UI 更新画面。自定义 set 但不进行实现。is 检测一个值具有指定类型。不好意思，拼写错误。Shift 加 F6 重新命名。检测到的事件是按下数字。那么执行添加数字。输入数字的事件。执行删除的事件。按下小数点的事件。执行计算的事件。清屏，回到原始状态。建立输入数字的方法。当加减乘除符号为空时才执行。如果长度超过8位，停止输入。使用 copy。使用 copy 复制原始 state 的数值作为副本。这样在不改变 state 原本资料的情况下进行赋值。使用 copy 不会破坏原本的资料，将点击的数字加入到 state 副本的左边数字。复制。这里埋个伏笔。我们再看一下 copy。Ctrl 加点击。Calculator 委派 state 进行操作。我们使用 copy 并不会更改这里原本的数值。查找这个类被使用的地方。点击的数字只是添加到 state 的副本。
当 last number 不为空的时候才输入加减乘除符号。比如计算器输入了123加456，我们要删除6的时候，当 right number 不是空的时候，执行删除一位数。使用 drop last 最后放下。drop last 方法返回删除一个字元的字串。比如现在要删除加号，当加减乘除符号不是空的时候才能删除。比如要删除123，当 last number 不为空的时候，执行删除一位数。先判断123加456删除的情况，再判断123加符号，最后才判断123。比如将这些移到第一位判断，删除的效果会不一样。如果运算符号未空，并且不包含小数点，并且数字不未空，复制判断 right number 是否包含点，并且是否未空，删除运算符的判断，复制粘贴，或者使用 alt 加 shift 加鼠标选择。
将计算结果复制到状态。计算结果是 double， 需转成 string。限定长度为15位。其他值不变。去除末尾的零和小数点。我们在后面再 to do。这个数值8。我们可以用不可变的变量代替。伴随物件。const val 只允许在顶层命名物件或伴随物件中使用。提示可以 private。提示删除。给使用处调整外观。获取状态。获取事件。快捷键 Ctrl 加 Shift 加方向键。显示计算结果的文本。按钮是水平排列。快捷键 Shift 加 Ctrl 加向上箭头复制。打个比方，这里不修改了。打个比方，这里不修改了。同样row有5行。这些同理。这样写5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compose 的重复使用组合 XML 布局不具有的优势，所以删除。
删除。键盘布局，使用 for each 循环。同理按钮也是。将标签改为 it。这样子写会遇到一些问题。文本等于左边数字加运算符加右边数字。内容是否自动换行，默认为 true。复制。显示手机 UI。提示公开 state。事件使用 view model 的 on events 方法。双冒号在 Kotlin 讲解。
在信息栏复制。颜色可以修改成自己喜欢的。使用颜色。增加颜色后，下面的 it 类型不匹配。宽高比1比1。权重每个按钮1比1。我们看到所有的 box 叠到一起。在 box 里面的 text 和 box, 它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添加 column 垂直排列它们。接下来让它们对齐，底部居中。Align, 对齐。Alignment, 对准。Bottom center, 底部居中。接下来我们让每个按钮增加间隔。Horizontal Arrangement 水平排列。排列间隔位。10dp。接下来让按钮标签居中。Content Alignment 内容对齐。Alignment Center 对准中心。这里我们用变量 Button Spacing 代替。然后每排也间隔 10dp。Vertical Arrangement 垂直排列。排列的间隔为 10dp。修改一下 padding 的位置，快捷键
Alt 加 Shift 加向下键盘移动单行代码，这样 Padding 可以把编剧也应用到 Background 的颜色。文本的修饰在后面添加，我们先看看效果。复制，打开主活动，删除，没有反应，这是之前埋下的雷，打开单个按钮布局，有点击方法。漏了添加小括号，Right number 把左边的数字也添加了， AC 没有反应，检查一下 AC， 问题出在大小写不一样。还漏了删除的事件。删除 return， 修改成右边的数字，计算结果错误，找到结算结果的方法。现在我们将答案文本靠右边显示，Fill max height 填充最大高度，不论什么屏幕占高度 20%，Fill max width 填充最大宽度，有了最大宽度后，文本对齐才有效果。现在我们要去除末尾的零和小数点，Drop last while 最后掉落的，Drop last while 返回一个字串，其中包含除满足给定位词的最后一个字元之外的所有字元。
删除 to string。